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德洛。今天来看一下，昨天有国外的网友发现到最新的更新档中有许多关于万圣节的内容。首先有发现到新的宝可梦死神版时装在游戏中，死神版是酷酷面具进化来的样子，不过它是前热尔地区的特殊形态，与原本的酷酷面具进化的死神官有不一样的外观。前热尔地区的酷酷面具与死神版除了幽灵系以外，它还有地面属性。还有发现到勾魂眼的新服饰外观，可能是接下来的活动中会出现的新宝可梦外观。然后还有发现到达克莱伊的新招暗黑洞，那就意指着达克莱伊即将再次回归了。Pokémon Go 的游戏 logo 也换成了万圣节的特殊样式，商店中也看到了三款不一样的万圣节风格礼盒。另外别忘了，万圣节即将开放 Mega 更贵，更新档中还有发现到平常送礼的贴纸新增了在背包里的分类，好友名单中有附上贴纸的礼物也会被显示出来。除了达克莱伊的新技能暗黑洞之外，还有发现到另一个新火系技能烧尽。人物服饰装扮中新增了脸部分类，可能是之后搭配万圣节的活动所推出的脸部特殊装扮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主要是分享关于接下来可能是万圣节活动的新内容，不过正确的活动资讯还是要等到官方公布才能确定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追踪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。即将到来的万圣节活动让你最期待什么样的内容？我们下次影片再见。